他不般配，看起来不像一对，只是他要的伴侣不是这一类。你何苦扛下七宗罪，不吃饭也不喝水，新陈代谢快供不起你刚流过的泪。若他是理想的对象，不该有一丝牵强，不用时间换上些术语约对方。在这条漫漫情路上，你邀请了他同行，他却不太乐意向你展示他的行囊。呼，终究会遇上谁，对他说声